你不是学原石，陪你玩那么久的游戏呀、啊？告诉我你的名字。我们昨天就派了两个人下来调查，说是要弄清楚你们的参赛内容有没有涉及到公司的核心机密，老大可能会被起诉。老大被总部停职调查了。调查组的人到了。司空明天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让你离开他远点的意思。这事跟他没关系啊，你为什么要找他呢？干嘛呢？早上你参加比赛的时候，大家就都知道了，但是没想到被李总推到总部去了。你是不是喜欢徐彦石啊？不是二位，但凡真心想搞事情，稍微有点水准呀。这种东西用完了也不说说好吗？什么叫故意破坏公司发布权？你别血口喷人啊！我在这里等你。我不能见你，以后也不能再来这里了。